停车要几分哦？你讲这是当礼拜有去啊？来带一份给我。唔好讲这当礼拜有这个物件，然后你买咧，然后冰箱加买块等于冰的咧，一百块无够卡上的。四天啊？对不对啊？无变咯，就都说啊，好去啊，好去啊，了了去啊。来，你到一百块得了，一百块啦。来，你到一百，黄金拿了了。来，一百块。四天。我买一个。不要问了，我面对呀，来四天一百。阿卡贝贝就自己找了不少啦。来，你到一百，好，全部关掉。一百块拢有去行吼，拢无人买买四分五分的哦，拢买一分两分哦，吓人哦。做个鱼肚，我卡票就完啦。来，有要吃薯条，我让薯条过来滴。好起来了，这样子才有新鲜感啊。瓜瓜人呢，熊不免地瓜薯条，这是波浪的哦。金，两，三，四，五。大家六斤尔，一个两包哦，一包一斤，两包两斤，两包包小啊，包好来一百块，太可恶啊！来地瓜薯条来一百块，两包哦，两包不是一包哦，来一百块来地瓜薯条，来一百块来一百块，地瓜薯条一百，最后一个哦，多少？这个当花甲变最后一个哦，你厉害，来大来，前面小姐来，哇大哥，快点，我个嘴巴买哈。大碗卷哈，地瓜薯条还有没有？对，无啊，无啊，对。你敢买一百只无啊？我咧摆卡去，我来串签互你。来五百块的价钱。歹势啊，歹势，无啦。哦，来啊，这上倒出来了。来，要吃鸡腿排来，原味鸡腿排，一人一份，来200块给我，给腿排200，我让你，来200过来，来新鸡，来新鸡，来新鸡。就可以在五分钟来高斤十几块的啊，做好价这么贵啦，来这两斤都配对，十二只给你，十二只，来200块，还不含任何技术含量，不用任何技术能力，来两斤，你就可以直接过来来十来十几块，来最后三，最后两个牛，最后2块啦，给你摆先正常方案，先加好价，来七斤，来十斤十二斤，来200块来给你摆。两份，大哥两份。好了，各位哦。这样子是最后一位了。只要有加热，不要考虑那么久，卖你们太便宜，你们会怕一样，会惊一样。长期可以加热的产品，加热的家电。真正无啊，来两包来几个台？来四斤。来下去有一点哦。来六斤。来八斤。来十斤，来两个人给你啊！来十二斤，来两百块给你摆，够下不关掉。来两百块鸡腿排，安尼弄五百条给你摆。来两百块，弄五百条啊！哇！你是冲到位，我给你摆，搁爱收台哦。来，不吃不关的给你摆，来个手。四个客人而已，等下来七八块都给你摆，别七八都七家后抓卖两百啊，给你摆，有啊，收台啊。后抓你那价格，快买两百，我不得卖一百。三斤真的一百，想要卖一百，我起价一百两，来六十给你，没关系，一样便宜给你。来七八过来，来最后2块给你买。来七八过来，后抓买两百，然后买一百，加翕相片，后抓买三个，买一百。我给你家己看，翕相。可以，两件。本来不放心的，还贵500过来，三今天500上的，这样呀。这太水了，你要敢要买1000啊？真正水嘞，贵500块就对了。啊，卖到悠悠啦，咱啊，啊，听广东啊，悠悠啦，咱啊呢，无地卖你800收收，500块来贵，500块要买要快，大地哦，到水哦，贵，来500块来，来三地，来四地，尽量拢起价，我都卖你只少。大家拢起价起价，我跟你卖你500块哦。四点卖你500的生肖啊，来500块来，今天最后一箱喽，来3片，来4片，来5片给你，来最后2个客人的桂鱼，500块，哇，让我被抢哈！来加油给我！你哥哥鲁，你真像你啊，这一张哥鲁要不哦？来500块来桂鱼，来最后2位喽，没有就没有了，我也是最后一箱了，来500块料料双核啊，来桂鱼500，5、3、2，谢谢。好，我刚才被画五，来黑剑杯的吧，手工虾卷有买过的不用介绍了。
来一百块来，下个买一百了，一人一份啊，下个一百块来，啊，两个拢夹包夹，我的阿华先吃吃好走。上啊上啊是上啊！恁无阿华平人，恁就挑工搞咯，我得来了。我嫌蛮贵的。来，下个一百三妹来。下次好吃一份200啊，今天只吃来100块来，下个。这你去，你去人个专卖店，黑店专卖店，四条帮你煎到好，切100块。来两个。我每天八条，100块的。八条。你要的八条100哦，黑店哦，还有，都还有。普通的虾子，都还有。100多买到了吗？藕刀肉那些什么都还有。来多来，我给100块来。来几人八条？没有，你可能要现场的，因为你刚刚。还没加鸡块，500块来。油刀任何一个东西。还没爱使用丘币，我随便。来两张一千的。黄鱼来要吃不？黄鱼。要生猪脚。朋友要吃吗？没关系，喜欢吃再跟我讲啦。来鸡块500块。你等下就直接点就可以了。1公斤啊！你要什么就直接跟。1包1公斤啊！真正爱吃我的红龙鸡块，1包2啊5啦。卖给你2包2包5吧，你有当时啊放假过，唔敢买，买1包2啊5。来2包了，红龙鸡块来，剩下6包，一人拿1包，2包，没2包来8号了，150来。好吃好。来红龙鸡块，你黑更无花，你黑更无花，我这边过来的，黑更无花，黑更没包了，黑六黑六，来黑六啊！我你个等一万，我就无要你啊啦，等18块尔，我绝对要你。来大王小蛋结水哦，来红龙鸡块150来，个人无看到嘛？红龙鸡块大王好，我拢看到啦哈，好食，他都来买啊，1包无卖，2包你买袂对啊，来150，最后2包了，红龙鸡块。还没有买的举手，还没有买的举手，拢有安尼啊？哦，要500咯，200咯吼，好，我随看啊。在无？啊，这是袂好啊！我讲啊，真正啊，哈，恁真正福气的啦，恁拢有常常这个物件通好恁吃，这1包120啊。椒盐鸡肉，这个好东西啊，烧烤鸡肉。现在这有五大块，有五块，一块30块，这一包100块，做好吃，这四个啊，你加热就好了。这是普通的，普通的，来要吃300块嘞。烧烤鸡肉，来300块嘞。因可能唔知我讲啥，这物件你有钱，你买袂落啊，无更加俗啊。鸡肉存下来啊。五块五。安尼我来讲，免存。我先优待三个人给爱龙，免500，免400，2包、3包，来200块了，200块来，加热的啊，普通的烧烤鸡肉，弄着的话像，来起来，那起码就把我这边的，今天好像没有，谢谢啊，感谢您啊，来三个人给买，2包、3包、3包的买不，来200了，烧烤鸡肉最后一位，来200块了，小姐啊，美容小姐啊，来客气啊，来鸡肉。来200了，这是300多的抓呀。哇，真够劲！来200块来烧烤鸡肉，讲话啊！来200块，真两个人给。我去别家购物，我就忝嘛。160几块，可以购物。来下班500，哎，下班快出交我俩。都被汗满了。有啊吗？帮人要吃龙。龙胆石斑的下巴，有龙胆，这个还切好啊，给你们切来，来500块一个买了，来龙虾你来一个人给来500块，龙胆下巴500，一个买了，来油带两个人给，一个给200这边住，买500买400、300，来你要不，来200了，200块来，看起来，200块买1包就买袂到了，来200块最后，来帅哥袂见。猪油皮猪皮爽，真正好食。300。来，阿玲哥买啥？再给200。来龙鳕鱼哦，足够味啊！来200块完了，龙鳕鱼200块嘞。来这样，天冷地冷的煎来。来200了，龙鳕鱼200，我要买煎吧。住在别人。200块，我买美女。一个客人在等你煎，底下我卖你200，已经上了火车啦。别过来包，包真正油的，来200块来，头家有滴啦，无滴再送一个，来，一人一份200块完了，龙鳕鱼200块，谁要吃龙鳕鱼？叫我啦。
好，抓把谢谢啊，感谢您。来两百块嘞，一个给三点，一个给四点，等一下。来两百块，水无？这把一水当当不要买啊。来两百六，来两百块嘞。最后两位了，无还掏钱无了是无？来两百块了，龙雪鱼两百块，通通有了哈。来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。对，组队啊。龙雪鱼两百，超美。来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一位。冷爸婆都准备了哈，来冷爸，好来谢谢，拜拜拜拜，来，阿林哥别爱上好不？黄宇哥起来好啊，黄宇，黄宇哥别好上，还佫赚钱。来阿花仔，人我要食牛肉肉圆肉肉圆拢无啊。牛肉圆肉。来啦，起来拼拼，冇紧啦。来，可爱鱿鱼最后一箱了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嘿！来，你试吃啊！大家拢买一份两百，五个人买尔，可我鱿鱼没有了，五个而已哦。刚才都是买两百的，刚才的客人，谢谢你们哈、啊！我从最后一箱鱿鱼试吃，今日一袋一公斤可我鱿鱼，这无发贵哦。炒粉、炒面、炒三鲜、煮汤、煮饭、煮火锅拢会使，这样一公斤150。两包三百两块，安尼两公斤，五个人计两斤，自家计两百三百两百，来一百块块的，好啊，有一百块的，好不好？我无我收来啊，两公斤一百块可以哦，我是的，你怕不起我，来一百块来，乖，最后三位而已，一百块来，好勤快就可以了哈，来一百，你拢无听我小姐的介绍，炒青菜就可以了。来一百，两公斤卖一百，要炒青菜个名卖好，谢谢。你今天要急，你给起来卖。都有人要炒青菜无？来，最后两个来一百块来。真正好吃，这无法贵，卡袂落。来一百块，最后两个人给来，两公斤卖一百块哦，不要考虑那么久，收起来就没有了。留意啦，去花啦，去好啊，无法的。来一百块拢我，还是你要换？大家看看咧啦，有一个看看咧袂，多好就好啊，就起两起来，搞啊到下面煮啊。来黄鱼500块咧，来三个人起买了黄鱼，买500，黄鱼买500，嘿，一个阿伟阿凯，阿林，你收领啊，无领。阿你起我阿伟阿田罗领啊，你嘛我阿田，好呀，来好朋友，你看差不多，我收你，你搞五零。来来，我放拢冰伊啊！我头带迄罐本就买互伊啊！我买另外是烧呀，冰冰烧的啦。有没有拢冰伊啊？感谢你。嘿，有没有要吃黄鱼？我再问一次。没我吧啦，我好你大家拢买了吧？来三百六，300块的黄鱼，三百块，赶快拿钱。你拿钱，我多一次给你。来300块的黄鱼，给300。一斤黄鱼够要烧了，卖你。来三百六，来300块，来三个客人吃掉了，来黄宇三百块，哇黄宇都哇，好没关系，你们会买好，很好，来鲑鱼了，金斑公吧，我来，那三明饼好了，我来分钱，来一个三百加钱，来刚才加钱有买的来麻烦一下，来黑鸭哈，我们假黑鸭我搞不好，还是鱿鱼卷。卖完了啦，好像卖完了呢。要不要卖哦？好像啊，我不知道啊，因为后面不是我在管的。兵哥请你来啊！来，有要吃海贝的哈，大尾的哈，最后一道花蟹啊，五个人加买一半，免开500，免开400、300，一人求来200块啊！都海贝买200都真够买的，真够买的哈，咱其他再做不啊？来五个人鸡腿酥还有吗？有来虾仁八大姐，大哥别搞，别虾仁。这是三啊，四啊，小姐，虾啊。三个。听无？三个。两个。诶，三只。这是。这两边互送啊，两边。一直搞互送。来三个。阿姨，你咧讲，阿姨你两公干。我下来的时候没有下雨，我关了。我刚下来的时候没有下雨。来，蟹管肉200块来，金光包。金光包两包。
200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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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
好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通通有了哦，请公吧。有啊，拢去了吼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上面鸡腿酥的啊。来，鸡腿酥。刚推出来，刚推出来。来，要吃要蒜猪脚圈来。皮卡锅啦，但是这是空的哦，这你给我用我烧。暗时啊，干脆给你，还没吃开沙发能包了。你要两鸡腿来还有吗？你要两包。你要两包。来，两包，我给。大鸡的咁好。把我的椒麻鸡腿给出来哦，试一下。一两三四五六七，七斤两袋，谢谢啊！啊，你话加卤能无啊？五年啊，好，谢谢啊！加大了，加大了，话你，那是鸵鸟蛋吧？谢谢。来，一人一粒，一公斤哦，来，靠药，一人。没关系，明天我们没有直播，我会在。没理啊，我啊，这样高飞，给你加瓜了，一点就没理啊，我没理啊，一包没理啊，我两包，百五，来，一百块了。一百块来，要三猪脚圈来，一百块来，先来买一包等于空汤，大买两包哦。来，一包一百两啦，不要加我就少来啊，全家两包啊。来，要三猪脚圈，来一百块，小姐要哈、哦，加热就可以了，加热就可以了。来，一百块两，最后三个客人没有了，来一百块。光准备了啊、哦，来一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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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有礼拜选你袂无？是你问的啦吼，有啦，有足侪人甲我问，看要鱼咧，要算，来啥物鱼咧，要算两百嘞，一个鸟，来两百块拢给你啊，鱼咧要算，小富无卖啊，来两百块，啊，有咱两个人过来，来七百块来啦，七百块，来一百块，谁要的？而且有人还卤啊，拢想要刀嘴，来七百块最要紧的，最要紧，鱼咧要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来一百块。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！哦，鸡腿出来，鸡腿出来了，鸡腿出鸡肉，鸡肉，最后香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来沙发过来，鸡腿出，一公斤装五公斤的，来沙发，别贵吧，别紧别啊，回家，走啊，来沙发了。一公斤卖你二啊七百啦，一包啦，一包爱卖五百啦，来三百了。五公斤的猪超好吃的，来三百块来。这个人卖我不好，你加了啊，来鸡腿猪三百块。想要吃，两包变卖了呀，就是高雄，卖一包百块了，一百五来赶快。金狮武士，我卖你一包，一包爱卖两百啦，来弄啊，鸡腿猪，谢谢。没有啦。鸡腿酥留起来，不要再出来了。将鸡腿酥给寄快哦。哎，龙鳕鱼三八春七八，上不背的呀。细点呢？你要我来两百块？最后一个没有了，来两百块。龙鳕两八，来大哥来，快点快点。哇，你有没有？哦，龙鳕鱼，龙鳕鱼，龙鳕鱼。来，龙鳕。你这一圈，你这一圈。我来。来，大哥来，两百块我给你。来，大哥你三百，谢谢。没来啦，你做这做这龙血，他我你背影啊。好，请大哥来。来，他是三百，谢谢。这点钱少点，这边你两百块嘞。来，两百块。来，都买单了哈，来我看这怎样。好，来，谢谢。来，牛肉螺来。牛肉螺免买一千，免买八百，来要吃阮家牛肉螺，等下哈，我把牛肉螺加过来。来，这不是贡丸，这是狮子头。哎、欸，但也没有你气价。来，几串都好啊。来要吃牛肉螺三百块。我要几包，你去买牛肉螺过来。俺老表敢那无来哦。有了。六升啊，反正，哎，卖票，哎，讲卖票啊，这上没有了呢。两包哦，三包，二阿哥，拢唔买，来两包块我来，两包咯，来两包咯，两包哦。
有四包哦，两包哦，两百块。两百块，两包。暗时也要换钱，这两百块用来煮哦。两包，两包。辛苦拢小牌，来两百块了。不是一包两百，是两包两百，各位。醒醒啊，醒醒啊！来两百咯，两百两块钱呢，来两百块够了，没关系吧？来两百咯，总装备两袋，你个帝王蟹棒特没问题。来最后一位羊肉炉，都有了哈。来回去啊，没三百两百来，一百块完了，一百块来回去啊，一人买一份啊，花枝丸来一百块，肉片来啊，回去完啊。来谢谢。来狮子头啊，来帝王蟹棒，来没两百啊，这有够大粒的，够大片的，这肉白菜肉。没开三百两百，来七八块啊，一百块。来狮子头，咱们住房，来七八毛啊，咱给买了，几万拢给你了。四个半，四个客人最好，一个金娃娃，来七八块最好钱，狮子头一百块。来搞的，我给他收钱啊！多少秒？你听听听，有人提钱的，收完听听听。来五个。来加四个而已哦。来虾子，刚才谁买的虾子？来大哥潘水，行，来黑阿哥姐向妹，来这样来，开始，谢谢。来阿妹讲帝王蟹棒了。来一千的汉哥帮我找，谢谢。来一人一份，来两百块。来帝王蟹棒两百块的。来两批三批来，来四批五批哦你。来六批七批哦你，八批九批十批哦你，我讲我身上都穿的。你两百斤哦，或者十批卖你两百，都加五斤，两百块来收钱。两百块，帝王蟹棒两百块，一个人十五只哦，这个十五只两百而已，要买要换，来帝王蟹棒两百块，几个鸟？来几个鸟？啊，这是几个咩呢？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来帝王蟹棒，一边两块啊，来今年两百块四包啊，来两百九两包，十五只哦。我你啊，我怎么比不你两百块？三个。三个吗？帝王蟹棒三个。过来。三个。来，鲑鱼三个人给你啊，无啊？看清楚。鲑鱼啊。无就无啊，三个人给你啊。最后一箱了，三个客人买得到，来五百块我来。今年鲑鱼五百块，三个而已啊、哦。来，帅哥们。怎么？四个。啊，你收五个不是吗？他包起来得了。来，鲑鱼我爸两个变脸啦，几条都配的。来，我爸包五片。来，三妹。在你的这边。走，准备在左边的，在板凳左边的。一个超配的。来，我爸过来。最后一个无啊，无鲑鱼啊，跟你讲三个尔，来，帅哥们来坐。没有了，没有鲑鱼了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以小姐要吃五百块给我来。不啰嗦了。走吧，全部都给小姐了，包了包了，可以跪下。来谢谢。来，那你给我准备啥？几块？几块？不卖掉。不卖掉呀？几块啊？几块？你是嘞？我拿一公，几块？好像那个阿姨要你买一包，来大盒的，给我那边一包的，包给。来大盒的，鸡腿酥大盒包。不要换啦，多好吃啊！不好吃，你快后悔啊！好了，给他换啦。换换色啊，都给钱，越有汇率。多好吃啊！我今天换台式板块好了没？我要回家吃饭。我在住啊。来，我们加椒麻鸡腿哈、啊，椒麻鸡腿这个味道哦，哦，这个味道哦。来，我们加开三包，来两包好啊。两百块来，两 kilo 哩。来三 kilo 哩，两百块小姐妹来，椒麻大鸡腿，这么贵嘞啊？对啊。无盐的。这个无盐的。有无盐的？来两百，两百，这盐你哪敢吃来？一百块你吃吃来，一百块。椒麻鸡腿来一百块了。别冲啊！这一批没有人吃辣的啦。这两 kilo 八百块啊，贵钱。来一百块了，一百块来，让你们试吃。来一百块。我们准备两支大锅啦，他要把给两支大锅给买，我们搅完一个，这真的好吃哦。会很辣吗？不会很辣啦。他准备。那我敢吃香，这无算香啦。你敢是挡袂住？我是讲，那我敢吃香的话啊，我袂讲了的。来，一百块椒麻鸡腿，一百块。来牛肉卤啊。
个人无客着无？椒麻鸡腿。一百，拢总买有啊吼，椒麻加鸡腿。卖啥物啊？卖柠檬鸡腿啊。了解。这色牌，这秀牌，色牌啊，色牌啊。没好啦，老准备大鸡，你是大鸡的话啦。大鸡的话吼。用皮鞋看著，我无鞋煞袂使，恁两个是？他都叫恁做菜啊，我搁惊咬，唔皮鞋。哎，这鸡客就让大哥他们搁客气啦。我是啊。我皮鞋咬假啦，我就未堪之劲，你是？大哥，跟你无关的，我讲起袂使客出来，就一直客出来。来，柠檬大鸡腿，刚才那个会辣，这个不会辣，一样来200块来，200块了，这是柠檬口味，这是香的，老鳖，来200块，来赶快去加来100了，加到二打，拢100块，来柠檬大鸡腿来100，不敢吃啦，可以买一箱，来100，不会高兴的，不会高兴的，我小贩卖你100块，我唔好个100块，多少啊？来100块，不好意思啊，后面一个人在包而已啦，要啦。你也无多包，吃伊袂好袂吃，你免烦恼啦。来，柠檬鸡腿来100块来，100块，个人要吃无？来100拢关掉吼，柠檬鸡腿。好，小姐。三下尾。来，柠檬鸡腿100，拢有要吃的。还要两只100块，还在考虑哦。好，收起来。三个。来，多狮子头三倍来，狮子头，来谢谢。来狮子头，来接下来月椒，来五百楼，来感谢你来五百楼，有那300面，来200块了，200块来牛肉卤，2包给你，赶快来200块来牛肉卤，要牛肉卤吗？来200楼，2包哦，来200来五百楼，拢准备了哈，200块五百楼，来谢谢，来黑胡椒鸡腿来。来，要买要快来，200块来，黑胡椒鸡腿来100，多椒加热就好吃了，这个不用煮了，这已经熟了，来200块来。这个切块切好了，这个切块切好了，来200块来。好，有时间。我会让给侬，200块来，100块完了，100块，黑胡椒鸡腿来，100块来，100块，通通有了，黑胡椒鸡腿有了哈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要什么赶快讲。热火锅的人家有啊，一包卖200，一包卖100块，普通大鸡腿，普通小热，我看来100块来，50条，跑路啊，跑路收起来了，你看这100块要做咩啊？卖些小鸡鸟，才卖100块，来100块来，普通热火，有了哈，好，谢谢，有了，谢谢，不要出现了，来，接下来。啊！你要吃啥？小哥来啊！小哥来，这下要上，我拼拼好啊！哈，我拼一道了啊！拄只拢无机会，人拼小哥来，小哥给较好啊！大家，都没有了，你的面前。来，小哥500块来，唔惊我经营不善，小哥500块来，放心。500块先啊！太多了。拼一摆尔。来一个。来，收个棒球啦！来，收个棒球啦！来，有无开始？收缩啊，未？15支收缩啊，侬敢相信啊？一里套个。来，我上面个。来，收个500块来，来一个咩尔吼？收个。太多人买了。袂着紧尔，500块来。哇哇！你小哥身大一流呀！来一个给我。哦，我也加两位。来500，只有一个客人买下。一个。来500块来。哎，阿哥要吃小哥无？500咯。请问是谁买的？吃得完吗？要不要400块买完？技能三，四个人给的，3位来收看。最后3位，一般收看啊拢四个呢，无半块饼干呢。
你着看好咧，你小囝水当当咧，十几岁啊？伊是咱八，会八只咧，搞笑。来，龙凤林，来五百块，四个客人买价了，小姐。来，最后三位，小囝五百块咧，搞笑。小囝先走进那一群，来五百拢有啊，拢有买俩，小囝都买到了啊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没关系。你要一份吗？来，最后两位先啊，谢谢，开始我九张九万五百，我无收费哈，谢谢谢谢。来，一夜干两百块来，一夜干，妓女的一夜干，我大家都会来，这两家两家两百，三家哩，别收啊，无三人啊，这家搁两平，来两百块了，一个妹子，一夜干，顺势给你来两百块，七家一个妹子过来七百块了，一夜干一百块价了。都买到了没有啊？来，你们喜欢什么？赶快跟我讲。大豆鱼条，我放血料啊。刚刚这个有卖到吗？有啊。来，鱼条上面这样能包好存几条？嗯。那刚刚他们给我们包鱼啊？来包我的。哎呀，多包鱼，我下下差多一点嘛。都会一直出现我不可思议的物件。来包鱼，买能包好来包鱼。来，星期二前面来能包，能包。哎，回去人家旁边小刚好处理了。回去啊，跟小康对话。来，鲍鱼两百块来，上面讲鲍鱼，三鲍鱼、四鲍鱼，来两百块来，几杯都，来几包够量。来两百块来，鲍鱼，鲍鱼切片两百块，两百块。以前的聊天是多了一个可以看的东西，让你聊天。哦，等你做朋友。来，红的那个八，几杯都，来四包，来三包过来。不会觉得无聊，然后又加上有客人在跟你聊天。来三百块。你门口没上啊？哎，你不要出来，等一下。慈运发这边是金丝虎市场，来上面讲金丝虎市场是每个礼拜三跟日在这边卖，然后新达港是六日，新达港是星期六日下午，所以今天下午在新达港，不能进去啊，下午在新达港，三杯，买五包，来三包，一个咩都，来拢我哩。安尼三百，好啦，就这款，了了的。有啊，啊无你买三包。大哥，你爱什么？直接讲得啦。下午在新达港公共浴室。直接讲价了。你爱什么？你买三包，讲讲。时间无早，我平东包来。十一点半。小姐五百块哇，来小姐。应该要多少钱？啊，我平东话我把伊小看起来介绍惯了。我卖给砍，我给暂时我变了，来五百块。十一点四十了，四十了，好漂亮，跟你共姐，跟你五百，跟你五百，有这边有宅配，这边有宅配，宅配电话09607201112，09607201112，两个人去啦，是两百块一千。你吃不完啊，过一千。要吃吃呢，买就吃不完的啦。那吃不完，这对我来讲两顿啊。啊，是啊，你。真啊。要吃甲吃呢，买就吃不完的物件咯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二，安尼要啥？都有了哈。好，我来看的。要吗？五百块小卷，收起来了哈。谢谢。太漂亮。好，想走。我叫他们吃吧。我会叫他吃饭过来给。大哥，谢谢。都在哪拍卖？礼拜三在这边啊，这边是金丝舞市场。礼拜五在屏东里港，礼拜五在屏东里港。礼拜六早上，早上没。礼拜六下午在新达港。礼拜日早上在金丝舞市场，下午在新达港。你们喜欢什么？有了哈，好，谢谢谢谢，那下午见喽，拜拜。大哥，你跟小龙虾吧。小姐，你要什么？这是鲈鱼。